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解这个不等式啊，哦，这个不等式它的解哈，哦，是2x 加3大于7，或者2x 加3小于负7啊。好，那我把移过去的话就4嘛，4除以2，2的话是2，也就是 x 哈，哦，大于多少？7减3再除以2是2。啊，或者什么呢？移过去，负10，所以 x 哈小于多少？负10除以2是负5，哦，这 x 哈它是大于2，或者小于负5。